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郑思秋嫂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23岁。你身高多少？我身高156分。你体重多少？我体重43公斤。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金马省。你结婚了吗？我结婚了。你有几个小孩？我有一个女孩，她今年1岁多。你去过台湾了吗？我还没去过台湾。你去过澳门了吗？为什么你想去澳门工作？因为我想去澳门工作赚钱，帮助家庭改善生活。你会做什么？我会煮饭、洗衣服、打扫、照顾小孩、照顾老人，什么工作都可以做。在澳门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我受得了，我不犯辛苦，请老板帮我找好的工作。谢谢。